的节目，也是在鹿港，我们七月十六、七月十七一起到鹿港，看看鹿港有多美呢？谢谢沃旭能源。是个开放式的博物馆哦，除了大家平时熟悉的我们的这个庙宇啦、古迹啦、小吃啦，那在这一波暑假期间为大家又规划了我们的走读艺术节。那除了有十项装置艺术分布在不同的一个景点之外，在七月十六号、七月十七号，我们又邀请到我们国内数一的一个这个乐团，就是我们的国台交来做我们的这个演出哦。那这一次呢，我们的团长特别又把我们的一个庙会的一个相关的影带跟几个属于我们这个相关鹿港的一些演出哦，也融入到我们这次国台交的演出，可以说是精彩可期哦。那也要谢谢沃旭赞助我们这一次的朱宗庆打击乐团。我们都知道朱宗庆打击乐团它是传统跟现代是融合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国际级的，也是一样哈、哦。那表演非常精彩，欢迎大家记得嘞。搭配鹿港的曲目，一个是《龙山晚钟》，好，那一个是鹿港庙会，这两首曲子是搭配在鹿港的演出。除了这个之外，当然交响乐团它是西方的很传统的一个演奏的团体，我们还是会有演一部分的西方交响曲的代表性比较脍炙人口的序曲。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曲目，是我们去年是文化协会成立百年，我们委托了一位作曲家叫张金山小姐，她目前在好莱坞从事创作，叫音乐百年，就把台湾一百年来的重要不同族群的音乐请她写成交响曲啊。那这首曲子呢，我们去年在国庆发展这个离岸风电，特别是看中彰化外海的这个风力的一个资源，我们认为自己是彰化的一份子，所以这一次彰化建县三百年，我们也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共襄盛举。那这次赞助的这个沃旭永续的这个音乐会呢，是在七月十七号由朱宗庆打击乐团极乐风潮的一个表演。他选的曲目都是跟风有关系，还有就是说会在这个打击乐的表演五点半之前呢，在下午三点的时候，我们。好，请看这边。好，右边的。